头欠我，你不应该去有狗仔囝。哼，你想要电影娘哦？我一定要给你看。来啊来啊！哎，恁两个，无你是咧创啥话？我跟你讲，下晡四点来我的办公室哈。是，校长。真歹势，我晚到啦。坐落来。我有三粒糖啊，第一粒糖啊，奖励你休息。第二点呢，奖励你见义勇为的态度。但是怕人，我那是唔对的啦。好丢，我唔对啊，我不应该动手。最后这粒糖啊，奖励你勇敢认错。